最近的20多天视频大家不要错过啊！现在呢，所有常用的越野车都在，我们一辆一辆看一下。牧马人，这是牧马人的罗宾汉，这是越野车里边的活化石 LC76， 我的坦克300，这台车在我们群里叫坦克三金啊，坦克烈马2.7，这是台牧马人，这都是从上海来的朋友，哈弗H9已经好几年了，黑炮。 这是44驱那款吧？对，长城炮，LC200，两辆坦克300改的有点像风铃铁骑，但是这里有一辆真正的风铃铁骑，风铁骑啊。福特的皮卡 BJ40 跟我一样啊，闷骚运作。大家说纳瓦拉的动力不好，到底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行，还行，哎，还行。 OK， 好，我们有台路虎的 SUV。 所有忽悠用 SUV 越野的当然都是坏人，啊，这台车呢，它不跟我们，虽然说我们都一块去阿里，但是这台车在一些特别恶劣环境呢，它是不走的，我们会在一些途中点去汇合。F 勾怎么样？这是从江苏来的，我们出发了20多天，好好跟大家讲讲这些车。